十字跟剪刀感觉好像是同时间出现在这里。对，怪怪的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，但是觉得很奇怪。骨灰吗？啊？骨灰？有点像。哎，你看，有一个白瓮，那个不要动，不知道是什么瓮。而且还是黑色衣裳，这个猜测有点巧合啊。嗯。因为如果说是骨灰瓮，也不可能那么小，所以不确定里面是装什么。走，往我旁边去看。这报纸的日期。哦，那一份。而且95秒。把它打开给听拍一下。95年，几月？5月10日。哦。礼拜四。95年。古老的水泥，这里，你看这里的电开关，卡掉了嘞，哦，哦，你这样就断了，你看过电视吧？就习惯，就一关洗马路而已。哎，我听到，有没有听到旁边的金属声？嗯。完了，你先出来。我刚有玻璃，玻璃破了一下，有没有？那怎么玻璃破掉的？对。我这边要走吗？空的。看过去就是空的。是还有路吗？没有。嗯，那一间是最尾间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。那这里好像有住人。进得去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这一间上次没来过，这一间有住过人哦。这一间超拥挤的，这一间用这个超广角给大家看，它里面超窄的。有多窄？1995。8月14日，关机。末代厂长王先生。所以，意思是那时候就停运了吗？嗯，有可能。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里啊，你看那个树木这样子蔓延成这样。我这边进来的那种气氛是。毛骨悚然，很少有可以看到这种工厂荒废成这样子。嗯，对。有的话也大概是2017年那时候去的一些那种纺织厂，但现在都进不去了。好，我们往上走。这一间因为上次只有我跟 Ken 来，所以我们
没有进去看。好，我走前面。来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今天在滴水。哦，这里有一间。对啊，这一间超窄的，这只有一个人，有办法进吗？看来大厅亏亏上来，放这边。而且这款车。写什么？看过。再翻一页。不能再翻一页，会腐烂的。我好恶心啊！不行，还是我先走。等下再拿开片。钢筋整个都外露了，你看，这超危险的，这一定会有那种公安事故。这是哪股？应该是之前挂的吧。嗯，这一间上次去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们进来过，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中药罐。那上面什么？上部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上下部。只能手伸高给大家看。来，这先进来看。你看，日期，什么时候？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这看不准吧？乙卯。啊，这一百块。2007。来，你站这边。嗯，这里。这里啊，好，啊，可以稍微后退一点，没关系。我们来做一段 EVP， 啊，香给我，香，金错，好，放这里。哎，这里有一台手机哎。这手机好像我十年前有出现这台。嗯。你做一段 EVP 看看。拍摄，加桂罗的好兄弟，也是当初有往生一些所在，遮的工人。但系希望讲会当跟做一下沟通的，假使若有啥物话想要甲阮讲的话哦，但系较麻烦哦。如果有灵体想要跟我们做沟通的话，那待会麻烦靠近我们，然后我们会用透过 EVP 的方式来获取到你想给我们的一些讯息。
我操！现场有灵体要跟我们沟通吗？不、嗯。你是往生在这边的工人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还他刚刚好像说那还能怎么样？那还能怎么样？所以你是往生在这边的工人。对对对。请问你是塞户吗？他就走了。好。现在是有两位都在我们附近吗？是。常想。这里。哦。嘘。各位，后面突然间有声音。嗯。哎，很快，你看这个香，那个香烧的那么直。